日职冲绳春训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，火腿队台湾球星王柏荣自然受到注目，这是他日职首个菜鸟球季。不少火腿迷虽然遗憾寿司男 Brandon Laird 转队，但王柏荣的表现已经可以让人忘却这件事。来自本岛神户的火腿女球迷奥田春日跟朋友一起来冲绳看春训，他们都很喜欢帅哥球星西川遥辉。他说，在王柏荣之前当然只有杨代刚可以比，杨代刚实在是帅翻了。不过王柏荣比起来算是安打型，奥田说他有机会拿安打王或是打击王。王柏荣的商品刚好在23日开始贩售，奥田说，真的吗？好想买，他已经是超级巨星了，希望他未来可以越打越好。